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个疗剂 Bullfrog's Lanceolatus。 Bullfrog's Lanceolatus 英文叫做 Yellow Viper， 毛头蝮蛇，是一种蛇，是一种尖尖的好像毛头的 一种蝮蛇。好啦，咁我知道呢、这个毛头蝮蛇嗰、那个嗰、那个毒液咧系有一种凝结剂嚟嘅，咁所以咧喺应用方面咧，我哋可以用应用喺一啲血栓嘅问题。嗱，咁嘅记录上咧有一个人嘅手指咧，就一只手嘅手咧俾呢只矛头蝮蛇咬咗，咁跟住咧好得意咧，系另外一只手吓，另外一个手嘅手指咧，就开始出现瘫痪的症状。那这种瘫痪的症状呢，慢慢把延伸到呢 成另外一边。那跟着呢右大脚趾呢，脚趾那里呢就是非常之痛。记住这个人呢是被咬呢是左边的大指弓。而他痛的时候呢是右边的大指弓。咁即系话咧，呢个疗剂嘅症状咧，好多时候咧系对称嘅，系 diagonal 嘅，对称嘅，左上变咗右下，或者右下左上，系一个 diagonal 嘅对称嘅，对即系对角出现嘅。好啦，咁仲有一个症状出现咗咧，就系、是、叫做黑蒙，即系视力模糊，系有时夜日头嗰阵时候咧，系开始视路咧系睇唔到啊。或者咧就即系有视力即系减弱咗好多。好啦，仲有应用咧就系嗰啲坏疽啦，吓嘅脚嘅好深层嘅坏疽，可能因为手术之后吓、出现嘅问题，或者令到咧系骨咧就系、是、暴露咗，同埋咧开始腐烂啊呢种咁样嘅坏疽吓嗰个伤口。好啦，当然咧中蛇毒嘅人咧，通常咧就亦都会出现咧。那个身体的孔道，每一个孔道即是七孔流血
啊，有黑点。咁同埋咧，因为嗰个视网膜出血咧，就导致咧系眼失明。肺部咧系充血啦，啊，呼吸有压力感啦，同埋咧有吐血嘅，啊，即系唔多唔少咁样。咁伤口里边咧就系流血。这个症状，咁整个人咧就好困倦啊，好迟缓嗰种感觉，咁啊神经咧喺度震抖，咁有晕厥啊，成个人晕低嗰啲咁样嘅，咁突然之间咧个人咧系觉得好虚弱同埋消瘦，咁有少少震抖，跟住咧就周身出大汗。好啦，仲有一个症状咧就系facial 即系。讲唔到嘢吓，个口度嗰个脷系冇乜事嘅，突然之间咧就系嗰个系讲唔到嘢。左边一边身嘅瘫痪啊，加上咧系失语讲唔到嘢。咁呢个咪好似中风吓，即系好似中风之后嗰个症状嚟嘅。咁仲有咧，佢系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吓嚟到瘫痪。啊，即系好多时候啲人咧系会瘫痪咧，就系一边身嘅吓。咁喺呢个矛头辐射咧，呢个症状咧系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吓瘫痪嘅。OK， 咁所以呢个可能系应用嘅地方咧，就通常系应用一啲中风之后啦，出现个症状啦，身体咧系多方面嘅出血啦、流血啦、七孔流血啦，或者咧血凝结都得嘅。血凝结，咁血凝结咧，通常咧就系譬如嗰、那个那个脚嘅静脉发炎啊，咁就即系凝结啊，血嗰、那个嗰、那个静脉嗰个发炎嘅问题。咁只脚咧，可能咧就因为手术之后咧，或者系静脉嘅肿胀咧，系导致咧系即系受咗感染嘅。好啦，咁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那个皮肤啦，曾经讲咧，皮肤咧系深层嘅坏疽，咁呢个可能会出现喺个炭疽病里边嘅接触咧，都会出现呢个皮肤嘅坏疽啊，呢、这个咁嘅情况嘅。咁温度咧就有发烧啦，有败血，用个 septic fever 啊。咁呢个咧就系嗰个矛头辐射嘅应用嘅地方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